今天倒挺好的，大家把话说开了。感谢生活给了你们曾经的同学的缘分，感谢生活给了你们一年多的时间让你们变成恋人，同时也感谢生活给了你们两个人不同的对生活的要求。你就拥抱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抱别人的生活那抱不过来的，累也累死了。其实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最重要啊。祝女生这个上海好运啊。男生哎，找一个会做菜的女人，两个人切磋一下做菜，说不定做菜也做出个什么大事业来呢，这谁知道呢，对不对？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刚才涂磊老师说了让我再去找一个愿意跟我一块过日子一块做菜的人，但是我想找的话那个人他已经不是你了，你在我心里就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去爱你，别走好吗？你确实很好，你对我那些好我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通过在一起这些矛盾和纠缠把我那个一开始对你的那个心也可能磨得有一些面目全非了。但是我对你也是有一些感情，所以这件事我想考虑一下，就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我还爱你，直接走。谢谢两位，请回。啊，请关门吧，啊，请关门。医生说要考虑吗？看看他的考虑结果是什么，请开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涂磊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机。有网友提问，我们是网恋，我一年以后会去他的城市发展，我们都是以聊天的方式，我觉得都可以基本上确定关系了，但是他突然再也不主动找我，我们冷了半个多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该怎么办？一厢情愿的感情只能是自欺欺人，那些暧昧的话只是佐料，而并不是感情真正的累积。你们之间到底是否是真心的相爱，还是寂寞作祟？你应该扪心自问。更不要因为这样一段似是而非的感情，轻易地去到对方的城市，让对方轻看。